再一次提醒大家，我们演讲厅内是禁止饮食，以及提醒各位要把手机调成静音或者是飞行模式。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学期声运璇科技讲座系列的第一场演讲现场。那我们今天。 邀请到了一位非常非常重量级，也是符合我们现在时代主流的这个讲者来为大家做分享啊，主题是生成式 AI 的发展与应用。让我们掌声邀请科管院的林泽群院长为大家开场。院长，请。 好，各位大家晚安。那个耐能智慧的创办人跟执行长，还有我们清华不清华大学的同仁，以及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的呃孙宇贤讲座，电子学院的院长哎、欸、徐硕宏院长哎、欸，我想这个议题刚好符合呃现在时代的趋势跟获得大家的重视啊。那这个演讲者啊，事实上在二零二零年的九月十九，刚刚在这边也有呈现到。 他在我们的院庆的时候，实际上我有邀请他代表院来邀请他到客管院来演讲。那今年暑假又有一次啊，我们在一个参会，他刚好坐我旁边。那我再度邀请他来跟大家讲这个深层次的 AI 的发展与应用啊。那我觉得这非常好，也因为这个演讲啊，把我们客管院啊，这個、长久以来的这个孙玉贤讲座啊，下半年的这个有这个第一场啊，大家由这个主题来揭幕。我想对大家应该是。 蛮好的一个学习的机会啊，那这个俊成兄啊，Albert 啊，他他是这个 UCLA 的博士啊，哦，那他成大毕业，那刚刚在吃饭的时候，他说他对清华特别有感情，不过小故事我就不跟大家分享啊，他如果他自己愿意讲的话，那等一下他自己讲哦，那我想说啊，透过今天呃、啊、来讲这个 AI 的发展跟应用啊，我觉得大对大家的这个帮助应该很大，在二零二三年呢、啊，我在他演讲前再跟大家讲一下。 他是台湾第一家进入这个新竹科学园区，在做这个人工智慧的这个晶片，那这很特别。然后他在美国又得到了这个电电子与电子工程的这个发明奖，然后甚至啊，又是第一个以这个人工智慧的系统的晶片啊，打入这个大厂 q u a c o m 的这个生产线我想种种的这个呃发展呢、啊，对这个都是非常不容易啊，特别是一个他自己创业的公司。那我想今天的演讲应该是会非常的精彩。 各位是不是跟着我以最热烈,烈的掌声来欢迎刘俊成先生？谢谢大家。嘿，两位院长，还有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对我是奈人智慧的创办人刘俊成。其实这是我第三次到清华，在一个比较 public 的。 呃，董秘的做的演讲，那之之前当然有在清华兼课，因为我自己也是清华大学的客座教授。对，那我记得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呃，因为当时兼课兼习惯了，然后想说这个学校是比较自由的这个场地，所以我第一次来穿的是一个牛仔裤跟一个呃这个运动外套。然后演讲的时候，我走到前面被工作人员说学生不能坐前面，就把我请到后面去了。<laughs> 对，然后第二次呢，呃，就是呃上一次的孙玉泉，然后那一次我就穿了西装，但是我就是没有打领带。那我今天穿的更正式了，所以呢，我是从这个很像学生的这个牛仔裤，到穿了西装，到今天是穿了这个呃领带，然后跟全身的这个呃就是越来越正式的这个呃进步这样。好，那今天也很高兴可以在孙玉泉的这个讲座跟大家分享。那在开始之前，其实我想要跟大家。 呃，展示一个技术，这其实也是我们第一次公开跟大家展示的一个技术。那我觉得这也是今天的整个演讲的主题。其实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叫 Scalable 的 GPT。那我想 GPT 大家应该对这个词不陌生，对不对？有谁没有听过 GPT 可以举手一下？好像很热，很这这個、现在非常热门。大家因为大家都知道 GPT 应该大部分是在云上，对不对？就是那种超级电脑，然后甚至要做这种什么 A 一百啊、H 一百超贵的这种。 现在这个 NVIDIA GPU 非常非常就是奇货可居的这种超级电脑跟 server 上。那我们今天展的其实在这一台，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这个机器里做的 GPT，它确实是离线。所以我等下展示的所有生成 c i 还有我等下大家跟他比衬，就是在这么小的机器里面，是它的电路更小。等一下可以拿上来，微晨可以帮我拿过来。对，它电路大概这么大。 对，大家如果看到 GPU，看过 GPU 的话，应该知道 GPU 都很大嘛，然后有风扇，甚至有些还有冷却剂。那我们这其实就只有个散热片。那这种这种电路事实上要整到手机，走到整到笔记型电脑都是做得到的。好，那给大家证明一下，它真的是一个离线的 GPT。首先，我是连了一个 router，这个 router 叫 TP-Link，呃，2FA5 是这个 router。但事实上，这台机器呢，就只有一条网路线连到这个 router。 那这个 router 是失网，证明一下我是失网，可以看到我其实是没有网路的。好，你看都没有连上网，对不对？好，也都没有。那我是开了一个接口，那我刚刚其实有问他在测试的时候，我问他说：“嗨嗨，Who are you？” 他说：“我是 n e u r o n 的 GPT。”那这是他是一个生成 AI。那现在其实可以开放给大家提问。 我们来测试一下他的能力。我自己先随便写几个。好有点老花眼。对，那呃。 我想今天在经管学院啊，就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经管学比较难的数学理论？要不要各位老师出个题目？对，院院长来给我们一个一个指点好了。对，通货膨胀，好。然后我先测试一下，它不是只有这样哦，它其实也是可以及时翻译的。 因为我通过膨胀，我们一个一个来。 他有时候会耍脾气，对，你看他刚刚就说他不能帮我做，但是我跟你说同样的话，我在问他，他现在说他是他是 AI 的 model language，他的呃他没有办法，但他说他的 d e v e l o p m e n l 是英语，这样对，一对他有时候会他有因为他是深层式 AI，所以他有时候真的会闹一点小脾气。那我现在选的是英文啊，好，那刚刚大家说这个生成这个要做这个通膨。 另外是解释一下，因为它的繁体跟简体呢的语库是从呃就是点 tw 的网站跟点 c h 的网站，所以那在简体跟繁体的部分，因为大家也知道简体它有时候就是台湾的呃这个网页有时候会转对岸的网页，那对岸有时候转台湾的网页，所以它的简体跟繁体有时候是会混在一起，但这是资料的问题。好，那刚刚院长出了一个题目，说如何解决通膨，对不对？ 所以我是把英文跟中文混着写，呀，嗯，这我觉得这问题有点太简单，有没有同学可以考一点难一点的？有点数学问题，这太小看他了。对，在我们公司他是帮忙写一些程式，我等下也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有没有随便写一个韩式，有没有学生对哪个韩式或哪个方选比较感比较熟悉的？可不可以出个题？ 好，OK。我用要用哪一种程式语言？C 加加、Python 还是任何随便？好，OK。所以真的不要创业你看我这个那么年轻，我就老花眼了、啊，每天写程式。 光机、光机傅立叶转换怎么怎么翻了，所以我就把它写中文，呀、yeah.，不错吧？还有没有？还有没有难一点的？我前阵子有人跟我考了一个什么费米函数，我都不知道那是干嘛的。然后还有人考那个一个诺贝尔奖的经济学的一个，好像是说算那个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是干嘛的，但好像都成这样。大家還有没有考题？再开放一个。 那副校长，您给一个？哎，我用的是去年年底的网络上整个抓的，所以我觉得主要考我，我其实比较想要让他展示的是他在学科独特的领域的技术，这样。对，所以也许您的您的专专业有没有什么比较难的？ 好，您告诉我，对不起，我不知道怎么拼。好，呃，应该是对的，因为我们公司基本上，我们连简单的电路的 block 都让他帮忙设计。 r i n s h i 啊，Einstein shape 是 S H A P E 吗？T I, I, I L I N G 就这样吗？对对对对好，没问题，嗯、我们看一下。 不知道对不对？哎，副院长看得到吗？哎，副校长看得到吗 i n s t e n s s h a m e are a type of a surface。对，你、yeah. 好，要不要学生也出一题？对，最后一题了，最后一题啊！我还有可以让他写诗啊，什么周呃那个写一首什么周杰伦的风格的歌送给什么周子瑜啊，诸之类的。你说。 哦，oh, 对不起，好，还快一点看，最后一题了。弄完我要开始今天的演讲，请请请，最好您专业的。欸、面板好，没问题，快点。哎、欸，股票价值的折现呢？股票价值的折现好。那那股票价值的折现是一个名词，但是它有没有呃想要的学理含义？ 应该就是折现的公司。好好，我让是这样吗？好，我也不太懂。 Yeah, try, I'm, try, I'm happy to explain how to evaluate the value of the stock. There are several key inputs that, that investors and analysts use to determine uh, the value of the stock, including the company's uh, current market price, uh, earning per share EPS, uh, and earning growth potential. Yeah. right. Uh, 看一下前阵子我们收到的各行各业，反正有人问他面膜的啊，有人面问他化学的啊，但收、so、发打的都还不错。对，那其实我想要跟大家讲的是说，大家以为非常贵非常贵那种 A 一百或 A 七百才跑得起的生成式 AI，事实上，呃，你是可以用一个非常小的独特的架构的晶片，让它是可以把它个人化、把它私有化。对，那其实它对整个产业带来效应是很大的。等一下我跟大家解释。 对，那我其实也，他其实也可以算命啊，就是什么易经，对，然后而且他还很好的是，当他个人化之后，他是可以把我个人的资料，或者是我学校的资料，或者是我公司的资料，有些医生他的医嘱，他其实是不想要分享给其他人的，你是可以把它教会他之后，他就变成你个人的一个助理。好，那我就开始今天的演讲。完 a 给你看他都是离线的。 事实上，刚刚展示的那个是 LLM，它是一个最大的大语言模型。这样，但事实上，呃，当你有这种大语言模型的时候，很多生成式 AI，像什么呃 Stable Diffusion，其实它都能在端里去实现。那呃，我今天跟大家解释的说，当这种技术出现的时候，我们就能做所谓的 scalable scalable 的 GPT。那当 scalable GPT 发生的时候，你手中的呃家，你手中的手机、你的电脑，甚至你的家电。 都可以有这种类人的这种 AI 的能力，其实我们的整个生活是会天翻地覆的。当大家熟悉的那种，呃，所谓的未来世界，其实离我们不远。好，那我今天再跟他展示两个 video，这两个 video 一样也是这个机器就是做的。那这两个 video 故事是这样，就是说我年纪比较比较轻，当然我我我，但那我我常,常因为我的投资人非常多，然后我客户也非常多，所以有些我的客户有时候会抱怨说：“哎，你去。” 呃普 r 公司的时候，你应该要减肥一下，要瘦一点。但是呢，我又有时候会遇到我一些客户跟我说：“哎、欸，我觉得你太瘦了，你应该要那个呃，要健壮一点才有这个威严。”然后我又有日本客户，日本人又喜欢这种这个小这个小鲜肉。他说：“哎、欸，你太老了。”但是我有时候，因为我每一年都会参加半导体大佬的聚会，那每次我都是年纪最轻的这样，所以我就觉得很痛苦。就每次有时候一个公开演讲的时候，我要怎么去普 r 我自己？那后来。 我们前阵子我们就放了一张照片来让这个机这个机器去呃用 multiple my image 去 present 呃我自己，那我就只是给他写一个演讲稿，那 input 其实就一张照片，那呃其实会做这件事情其实也是致敬这个 NVIDIA，因为 NVIDIA 它呃前阵子在去年的时候他有做一段就是线上的虚拟的自己的演讲，那他的演讲呢，他是一个大概四十几个人团队做了大概两三个月，然后很贵很贵的那种高清的 camera。 那我们公司很小嘛，我们当然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所以我就做了这个 video。对，那这样别人也不会抱怨我的英文这个发音不标准这样。然后我也可以变老一点，对，这是符合台湾，然后这是台南台南腔的台语，而且当我变老人的时候呢，他讲话还有点顿，甚至会忘词，这样非常符合台湾老人的风格。 然后也可以变日文，这个对，然后变年轻。你看年轻的时候讲话就很快，这样这样就符合我的所有客户们、所有投资人对我的 image 这样，大家觉得这个 video 大概花多少时间产生？ 对，其实大概就是几分钟等级这样。对，完全是看我要给他设定的问题。那后,后来我也考一下这台机器，说，所以这个机器它刚刚那个是一个纯的 Pure SDK 出来，但是这个 SDK 出来之后，你是可以做语音的合成、声音的合成、影像的合成。那后,后来我也问他说，诶，在你心中，其实这个机器蛮有趣，它有时候会跟你耍耍耍可爱。像我前阵子有教他写写写首诗，用李白的诗去形容什么，然后再用。 呃，这个周杰伦的风格去形容什么？然后最后他就回答说：“你应该叫我用舒适，因为我觉得我舒适会做的比较好。”这样，对。那呃，我又让他就是说：“哎、欸，你觉得我们公司的 image 在你心中应该是什么样？可以用一个艺术的风格去显现。”他就产生了这段 video。呃，歌词也是他制作的，然后歌曲也是他制作，影像也是他制作的。 所以他在我们，在他的心中，我们是这种里奥纳多达芬奇的这种艺术风格，然后贝多芬的作作作曲风格。好，那也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公司。我是这个公司的创始人。然后我之前在高通跟三星大概工作了十几年，然后才创了这家公司。那我在我的团队里，其他的前辈们都年纪比我稍长一点。那我的共同创办人是以前的交大的校长，就是张茂忠。那以前 u c l 的一系主任。那乡村是以前高通的高管。 Jimmy 他做过三次的美国上市，非常资深的一个前辈。那 Roger 是我的 CEO，他以前是那个在 b a l l a b 也是工作二十几年才加入我的公司的。那也能在国际上啊、呃，这是我们的整个 s n a p c h o t 那事实上，我们是在二零一五年就成立了。当年呃，当时其实 AI 还非常非常的冷门。对，那当年我们号称去做 AI 的，大家都说是那种找不到工作的人才會去做 AI。 对，然后做半导体，当时其实美国的半导体其实都外移到了亚洲，所以也是大家也认为说，你这个有人开玩笑说，你去做 AI 是找不到女朋友的。然后做半导体在美国就是比较优秀的人也都是去软体公司，他们也说是找不到女朋友。所以你做 AI 加半导体叫找不到女朋友的平方这样。对，那哎你好，但也因为我们开始的早，所以至今就是呃公司也还算有抓到这一次的 AI 的这个潮流。那人其实在，呃在呃 Hackworth 在 San Diego。 那至今我们拿了呃一点九亿美元的投资，那包含李嘉诚的维港投资、高通、呃阿里巴巴创业者基金、中华开发、红杉，然后红海、光宝、台达、华邦万宏等，都是我们的呃投资方。那我在国际上比较出名的，就是可重构的 AI 晶片架构。这个这个架构是我在呃二零一六年发明的。那这个架构至今得了蛮多的奖，包含 IChPoy 的达林顿奖。达林顿是发明电晶体的人，所以这个奖在我们领域是还蛮。 蛮蛮高的，对。那这个奖是一九六八年，呃，就有的奖。那我应该去年，诶，今年初也得了一个 ITP、e、的 CTA Social w a r d 那这个架构的特色就是它可以变形，它可以用积木式的堆叠把晶片变大，就是呃需要比较强算力，它就会堆比较多；那需要比较小算力的，它就用一颗就可以。那自己内部呢，也可以像人脑一样去 r e c o n f i g 所以它在行业内的可塑性是非常强。 比方我们现在在车子、server、安防跟 AIoT，其实都已经有蛮多的产品是导入了我们的晶片，也都是国际的一线大厂。比方说车子，我们有日系的一线大厂的呃订单，那也有德系的，那包含台湾的中兴巴士，啊、呃，现在也都有我们的晶片。那 server 我们比较有名的客户啊、呃、是中华电信、广达，这个应该都是公开的新闻。那还有韩国最大的搜索引擎 Naver n 那呃安防我们是有那个呃。 韩华就是韩国最大的安控公司，世界第四大还有台湾的精锐 People Tech，那个是属于台达集团的，所以因为呃跟台达集团的合作关系，所以我前后也并了两家台达的呃集团的公司。对，那在 AIoT 我们的客户就非常多，像 Panasonic 啊、Garmin 啊，然后呃德斯曼、凯迪仕、呃格力等这样。那国际上我们得过很多奖，比方说 g a r n e 还有 e t 一 e s 有把我们跟 Intel、跟 Nvidia 并列为世界的十大 AI 雕片。那呃，还有一家叫 IoT TANES，是把我们跟 TI、跟呃 Intel 并列为世界的三大 AI 雕片。那我们在国际上独特的就是我们的呃技术非常的有力，就是我们可以用很小很小的呃 device 去，因为我们的公司太小了，所以每次要 beat 这种一线大厂的订单，我们都是要赢我们的竞争者好几倍，那大家才会尝试。那也因为这么。 严苛的条件造就我们把东西做得越来越极致，就是要做到这么小去 beat 人家的一个 A 一百或 H 一百这样。好，那呃 s o f a 在国际上其实那人是从非常的 AIoT 到工业制造一路开始做到 H Server，最近我们也开始做 Server。对，那呃，很多一线大厂其实他们都是从大咖就是云上开始做，那端其实。 呃，尤其是功耗很高，还有面积要求很高的极致的部分，我们是呃，就是开始的比较早，加上它的物理的 limitation 是很高，这边是比较多大厂是进不来的 area。那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呃，就是比较巩固我们地盘的地方。像我们在几个领域，其实国际的市占率就很高，尤其在 AOT 的这个领域这样。那今天就要跟大家讲，就是说这几个词大家知不知道？ 应该知道对不對,对？因为不需要我再用那个 GPT 回答，就是 GPT OP、呃、OPT、呃 LLM，其实它代表的意思都是所谓的大语言模型，意思说类人可以跟你沟通，然后可以像我刚刚一样生成式产生出不管是影像、语音，或者是跟你对话的能力的这种 AI。那其实这几个，呃，不管你用什么名字，其实它的 fundamental 都是一种技术叫 transformer。 你看，大部分的命名命名，不管是 GPT 或 OPT，它都有个 T。对，那 T 当然是我们电机的一个技术叫全输嘛。但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解释，Physical 它是有什么不同。那这边也跟大家讲一下，当然大家都知道，今天的 GPU 做 AI 好像是国际的主流。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是，呃，它不是真的，它应该是这些大厂们用它非常强的营销的。 技术或它的营销的资源在跟大家告诉大家说，呃，用 GPU 做 AI 是市场的主流，但事实上它对地球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而且它对技术来讲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做法。那呃，大家 physical 一看就是可以看得到，就是这个机器非常小，但你要做用用一样的呃就是 GPU 的方式去达到我刚刚跟大家展示的，它可能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机器，而且它每一年的耗电量是很大的，它甚至还排热。 每个月电费也非常的高，甚至你的个人的隐私也会因为呃这么大的机器而去履历可能你的 information。那这三个报告其实是因为今天是在比较呃科技、经济、管理，所以我也拿了呃就是财经界的报告，这是摩根森里的报告，它是上个月的呃 research 报告。蓝色的部分是今天用 GPU 在做这个 training 做 AI，那它所谓的 custom AI semi 意思就是我们这一种。 克制化专为 AI 而生的晶片，大家可能对呃所谓的 AI 芯片的了解不会这么的高，但你可以想象，就是不管是你叫这个晶片叫 CPU 还是 GPU 还是 NPU，其实它代表的都是不一样的晶片。它就跟车子一样，它是有不一样的车，就是有的车是脚踏车，有的车是小卡车，有的车是小客车，有的车是坦克车。其实晶片跟车子一样，它都有它 specific 的应用的 domain know-how，意思说。 其实 GPU 在人类历史上已经存在三十几年，它不是为 AI 而生的晶片，它其实是为图像处理还有游戏而生的晶片，所以才叫 g r a p h i c purpose OF THE processor，或 gaming purpose OF THE processor。那 CPU 其实它是为逻辑运算而生的晶片，所以它叫 logic computing purpose，所以 stuff on C。所以你可以这样想，就是说，就像车子，坦克车的功能是拿来打仗的，卡车的功能其实是拿来载货物的。 那小客车其实是在城市转来转去的，所以有一天也许大家发现人类建造了城市之后，他发现、欸，诶卡车相较于坦克车在城市转来转去比较省油。但事实上，卡车并不是为城市转来转去而生的车子，所以意思是说，GPU 今天相较于 CPU，它做 AI 的效率是比较好的。但是相较于你可以把卡车想叫成 GPU，把坦克车想叫成 CPU。 但是 AI 晶片 NPU 其实才是真正为城市钻来钻去，让你开车比较省油，让你在做这种非常好的这种深圳 AI 可以用这么小的体积跟这么低的功耗而去产生，并不是说，并不是说 NPU 就一定比 GPU 好或比 CPU 好，而是说你拿这三种晶片比谁做图像处理一定是 GPU 赢，你拿这种三种晶片去比谁做 logic computing purpose 一定是 CPU 赢。其实，在我小的时候。 当时的 Intel 的 CPU 其实 Dominant 整个市场的 market。那游戏刚出来的时候，最早的游戏其实也都是用 CPU 在做。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有个东西叫 Game Boy？对，你有点头都泄露年纪了是。对，还有那个马里欧，有没有？马里欧？就是你用，就是马里欧。那个我小时候的那个马里欧，其实都是一格一格很丑的，那就是用罗呃 CPU 来做游戏。其实今天发生，大家看到媒体上铺天盖地的说 GPU 非常的好，在适合 AI。 就跟我小时候，当时媒体铺天盖地在告诉大家说，你打游戏用 CPU 就够了，一模一样。当时有一个新创公司叫 NVIDIA GPU，他在说服市场说，你要打游戏一定要专用的晶片，或者是 GPU。那当时也是一样，大家都不相信，大家觉得这个是 bullshit。对，那直到什么事情发生了？直到当时有一种游戏叫三 D 的游戏，3D gaming。那现在大家看这个 GPU 跑 3D gaming，整个那个。 游戏的流畅度就跟我小时候那一格一格很丑的马里奥，呃、嗯，是完全不一样的。对，那比方说现在这个太空战士七，那个女主角跳起来的时候，头发会飞，对不对？欸、我指的是头发。有人有很奇怪的眼神。对，那那意思就是说，你看 GPU 跑的游戏的效能，就是会相较于 CPU 就会好非常多。所以今天你会，如果你用 NPU 去跑 AI，你会发现整个体验感，刚刚那个其实是非常流畅的。 它其实跟你在云上做的效果是差不多的。好，那今天现在也祝，就是即使是我们这种科技的人，不断的去说服大家，呃，就像当年的三 D 游戏出现之后，发现你用 CPU 去跑三 D 游戏太贵，或者是怎么样都跑不起来。然后 Force 呃，大家从游戏的呃硬件 switch 到 GPU 造成今天的 a m e d i a 崛起崛起，从那时候崛起到今天，其实大家也在财经界，摩根士也开始预测了我们这种。 AI 晶片，因为缺 GPT 的发生，现在缺 G 缺 GPT 的成本非常非常高，而造就了我前几年怎么说服大家去换 NPU，大家都不会想换。但今天因为真的太贵了，所以其实它是增长的很快的。你可以看到黄色的部分，它从二零二三年是快速增长，到二零二七年甚至是超过今天的 GPU 的市占，而且它在好多个领域都有，而且是百分之三十二、百分之六十、百分之八十五的 K g 那奈能虽然是一个小公司，但在摩根士丹的报告里面，其实他都有提到我们，而且相较于其他都是一线大厂，什么 NVIDIA、c o r e c o m 这样，所以算是一个蛮值得欣慰的事情。那我认为这件事情会随着最近的生成式 AI 造就这个改变，更急急速的加剧。原因是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 energy consumption 啊、呃，就是功耗耗电，第二个是。 呃、uh,，privacy 就是隐私，第三个是呃、uh, w o r k f o r 的这个呃、uh, 普及率。那我今天为什么想要把这机器带出来看？事实上，它是我第一次对大家公开展示。那其实就是要让大家看，呃、uh,，这个东西有多小。那我觉得功耗不用说，这个这么小的东西，相较于人家有风扇，对不对？还要这个每个月就是付好多电费，甚至冷凝剂。e 芬妮一看就知道它的差距很大。隐私，我刚刚是没有连线的。 对不对？所以没有连线的好处，市场它也可以连线。但没有连线的好处是我可以放心的把我个人的资料教会这个机器。大家有没有听看过一个 YouTube？呃，最近很热的东西叫 AI 孙燕姿。对，AI 孙燕姿，你会发现今天的深圳是 AI，它要产生一个跟 AI 的哎、呃、跟孙燕姿的声音一样的，是非常非常容易的。今天啊、呃，他们有人统计说，听过 AI 孙燕姿唱个歌，跟 AI 孙燕姿唱过的歌，其实比 孙燕姿本人还要多。那如果我是一个创作者，我怎么敢把我的呃的 w 妹 o w 放到 OpenAI 或者是放到这个 c h a t g p 里去训练？那我公司其实是一个 IC Design House，我的架构跟我写的扣，其实就是我的赖以为生的东西。我当然知道用 c h a t g p 来提升我的工作效率，他刚我刚刚有给大家展示，它可以写扣，对不对？但我怎么敢把我的架构去教会这台机器？ Unless 它是只属于我，它是隐私呃，是离线的。那我们的技术其实就在这两点有绝对性的优势。对，所以我说会因为 G P e 的发生，造就今天整个世代或者整个硬体在线。一我小时候，Media 崛起的时代。第三个就是 Workforce a a d a b i l i t y 我想大家有看过这个一些 G P U 大佬现在在产品发布会。 都是扛着好重，好好大好大这个超重的东西。对，他说他都要去练肌肉这样。对，然后我可能肌肉没那么发达，所以我也只能只能拿这种小东西。但这么小的东西的好处是，它就可以很容易的进入你的电脑、你的手机，甚至你的家电。那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我们觉得最重要的点叫 energy consumption。前阵子我参加了一个私人的聚会，那台积电的。 呃，CEO 魏哲嘉在台上跟我们分享了今天的 limitation of the AI progress、呃。啊，他觉得最重要的其实是 power consumption 跟 cost。为什么？他简首先，因为他是台积电，所以我觉得他的数据应该是非常的准的。事实上，他也跟我们今天在很多呃合作方听到数据非常的 highly match。第一个人他说，今天的 Open AI 的 AI server 一年产生的电是五十亿度。 大家对五十一度有没有概念？对，可能这机器官了，不然应该也问一下他。大家知道台湾的核能电厂一年产生的电是多少吗？对，一百亿度。你你偷你泄露了，这個、他知道，这我这个我已经讲了好几次。对，在私下的讨论，一百亿度的电，意思是说台湾的核能电厂只能一个电厂只能支持两个 OpenAI 的 server，这是什么概念呢？ 大家会认为全世界的每个公司都只想用 OpenAI 的吗？一定不会嘛，对不对？Elon Musk 就不会，他不是成天没事跟那个 Sam Altman 吵架嘛？Masa 就不会，就是这个软银的创办人 Masa，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科技执着的这个追求者，所以呢，他预计在未来 AI server 的电量会是今天的二到十倍。原因有几点，第一点是其实这个生成式 AI 的模型还在快速的增长。 然后需要的这个 GPU 是越来越大。第二是今天连上的人好像是上亿个嘛，但全球有多少人？七十亿还八十亿，对不对？所以如果全球有一半的人去连上，他的耗的电其实一定比今天高。那全球有很多科技制作的公司，比方说台积电，他也说他想要自己的 OpenAI，属于他公司的 OpenAI。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一个新闻，是当 OpenAI 开始变 popular，大家惊艳到 OpenAI 在快速的迭代的时候。 有一个公司叫三星，他第一时间请他的员工都上，但是三周后他就说：“诶、欸，请全公司都不能用。”原因是什么？因为他公司的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就立刻了到呃这个这个呃 Microsoft 去，所以这对很多科技公司来讲，这是呃致命性的。那不止台积电，不止三星，其实今天一线的国际巨头公司，甚至台湾呃各个行业的领导者。 他们都砸了非常多的资源，想要建立自己的 ChatGPT。原因是因为他们觉得，虽然花的钱很多，但他觉得非常值得，因为上了之后，他的整个公司的工作效率可能会提升百分之四十、五十，甚至好几倍。那如果这样做的话，是不是每一家公司都要去盖电厂？对不对？所以，呃，你会开始有从新闻那里听到说，诶，台积想要盖自己的电厂，三星想要盖自己的电厂。原因就是因为，当你用 GPU 来做 AI。 或 AI server 生成式 AI 的时候，会是一个呃 critical critical 的一个一级这样。那这几个这两个商品选区，它都还没有考虑电动车、智慧城市、智慧车，还有智慧家居，全部上这种确 GP 等级的这种 AI。大家有看过这个哆啦 A 梦嘛？其实哆啦 A 梦其实是我最喜欢的卡通。对我当时创业也是可能有对哆啦 A 梦的这种世界有这种憧憬。那大家有看过星际大战吗？ 事实上，这种生成式 AI 的呃普及性，如果它普及到你的各个设备里，其实那种科幻电影的生活离我们不远。但是第一个要解决问题，其实就是电力功耗、跑卡上面去。如果我们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呃，大家应该也知道这个呃，这个复活岛，复活岛其实就是当时的人无限的去滥用资源，最后复活岛的人就都灭绝了。所以这不只是一个钱的问题，它甚至是生态的问题。 甚至是整个地球，甚至我们是人类的一个呃，在追求强 AI 跟呃生存的一个呃一定要考虑的必须问题。好，那第二个，除了电之外，它不是只有电，它其实还有你每个月花的这个电费。这一个呃，时艾跟大家讲的是在二零一九年，其实所有的国际的一线巨头公司都在告诉大家一件事情，他们要变成近零碳排放的公司。 这是一九年的一个 snapshot。那 Microsoft 说它要在二零二二零三零年啊达到净零碳排放。Google 说它要在二零三零年达到净零碳排放。Facebook 说它它在二零三零年达到净零碳排放。大家觉得有可能吗？对，所有人都摇头。有没有人点头的？那我也问一下大家，大家觉得这是二零一九年吗？ 对，大家如果我要变成什么，比方说，我跟我的投资人说我要减肥二十公斤，那如果我现在有减五公斤，那投资人可能会觉得有可能发生。那如果我胖了二十公斤，大家会觉得有可能发生？对，所以不可能嘛。那问一个问题，大家觉得 Microsoft 今年 v e r s e 二零一九年它的碳排放是增加还是变少？对，增加多还少？对，非常非常的多，大概增加好几倍。为什么？因为用了 GPU，因为用了 Open AI。 那什么是碳排放的最重要的点呢？在二零一九年的时候，Facebook，它有百分之二八十二点五的碳排放来自于云 data center，就是因为 GPU，对，所以我们是正义的一方，希望大家能讓,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拯救地球。好，那这个问题其实是越来越严重的、喔，这个在那个人类历史上过去呃，在过去一二十年，这个因为 more slow。 它大概是每二十四个月，你的算力是增加一倍。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那因为 AI 发生，就是这次 AI 热潮，那人其实在二零一五年就开始做 AI 晶片，当时是 AI 的热潮刚开始的时候 a l e x e Google 那这种 CNN 的 c o n v o l u t i o n Neural Network，就是呃 Google 地脉下棋赢人的那个技术，呃，当时是造就了你的算力每三点四个月增加一倍。那 c h a t g p 这种甚至是 AI 出来之后更可怕。 还是每两个月就 double 一次，却 GP 三更是一点五个月就 double，所以以这个趋势来讲，其实 GPU 甚至地球的资源是永远追不上这种 AI 的这个呃快速的增长，unless 就是大家选择正义的一方，就是我们这种晶片这样，对，好，那这个就是回答刚刚说的这个 Microsoft，它在今年的这个却 GP 整个的花费，它是以一一亿个人的使用量来。 来当做一个假设，它每一年产生的电费跟功耗是五个 B 点，对，它是包含买那种很贵的 A 一百跟 H 一百，还有每个月每一年去花的这个电费，它的碳排放是一呃，它的碳排放是五十九碳手的 x i d e 然后产生的功耗是一百七十九 MW。有人说你做一次 Open 呃 AI ChatGPT 的 search，它耗的电其实是可以把一只乳鸽从生烤到熟，对，所以现在我们每一 每天假设有上亿个人在弄，我们在考上一只的卢格，所以其实是很可怕的一个事情。那解决方法就是真正的 Custom Design 的 AI 晶片。那这个相较于 CPU、GPU，这是单每呃单位功耗创产生的这个 AI 性能，呃，这个是 NSN r e s e c Foundation 美国呃在二零一六一六年发表的这个预估。那意思就是说 CPU 确实相较于 GPU 是比较好的。 但是相较于我们这种 NPU Neural Network Processing Unit，岂不是可以提升到千倍等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用这么小的东西去产生大家觉得一般要在云上才能做得到的这种生成式 AI。那另外一个 issue 会造就我们觉得，呃，终于可以让更多人去 force 去换，就是说，今天大家开卡车开很习惯了，觉得卡车呃应该才或者是被大众的。 这个 public media 这种媒体不断的洗脑，认为开卡车才是最合适在城市转来转去的一个事情，呃，是可能发生的。就是有人说大众是盲目的嘛，对，就像我小的时候大家都相信，呃，CPU 其实才是做游戏的主流。但是就像当年因为 3D 游戏，呃，出来，大家发现了这个用 GPU 跑出来的，呃，这个游戏整个体验感更好，所以大家就换了。当油价非常非常高的时候。 呃，如果你的油价开一小段路去运货，呃，就是在城市转来转去，vers in 货你是花了就是一百倍，相较于小客车，它就会 force 大家去放弃现在很灵活的这种酷打，然后去学这种全新的开小客车技术，因为油费太贵了。所以，呃，这个呃刚刚说的成本，还有所谓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说，当这些呃为了要架这种超大的 运算能力，它会 force 你的这种生成 AI 的机机器是在云上，在 Facebook 或者 Amazon 或者是,是 Google 的这种呃或 Microsoft 的这种 server 上，其实它也会造就说你的个人隐私不见。就像我说，我如果是一个设计者，我如果是个艺术家，我会不敢把我的资料放上去。那我如果是个律师，我如果是个医生，我也不敢把我自己的抖面弄号放上去，因为。 它等于是在告诉未来，其实当 OpenAI 这种 AI 非常非常的普及到各行各业，你就会发现说，Domain Know How 的专家会越来越不见。就是以后的医生，也许年轻的医生，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会越来越没有机会。原因是因为 AI 可能都比你还强。像刚刚很多教授或很多院长问我这个小小的机器，他很多知识其实我是答不出来的。那当这种技术普及到各行各业的时候， 呃，你就会发现，医生只剩非常厉害、有专长的医生，就是 AI 追不上的这种医生，可以赚到钱。那其他的医生可能都会被这种呃，深层次 AI 取代。律师也是，老师也是。 所以一样，我们是正义的一方 <laughs>，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呃，我们这种，呃，当你的这种生成式 AI 的晶片或者这种 scalable 的这种 GPT 的技术 NPU 普及到每个 device 的时候，其实你就是让每个 device 聪明。聪明化之后，其实你就可以有自己实有的专长。对，它 verse 就像哆啦 A 梦跟天网 SkyNet，对，就是 SkyNet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那个 Terminator 的那个，或者是 Matrix。 这种无知呃全知全能的非常强的强 AI，vers 你可以看呃我小时候的一些呃对人比较 friendly 的 AI，像哆啦 A 梦啊或者是 R two D two CPU，它其实都是一个特色，就是这个机器人有一个很强的脑，那它会了解你，然后会比较 user friendly 这样。那我们也觉得这才是未来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状况。那那人在国际上。 呃，其实有蛮多 milestone 都算是尝试世界最早的。比方说，我们在二零一七年，其实是世界第一个把这个 AI 芯片量产的公司。这个 IP 至今应该量产超过一点二亿颗，对。然后我也是因为这个 IP 才得了这个 i 七 p o 打林顿奖，还有 i 七 p o 的 CTSO O，其实都比其他公司早。那我们是世界第一个做 Transformer 的 AI 芯片，对以这也是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啊生成 AI 一出来，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弄出来，因为其实我们相较于其他公司早了两年这样。 好，那至今我们其实量产了蛮多 AI 晶片的，对。好，那这是另外一个，也是用这种呃 AI box，但是它是把语音跟影音的互动，所谓的多模态，同时做语音、影像跟文字的一个整合的 video。 这个是我的呃助理，他其实是非常热爱地理，他以前是呃地理的奥林匹亚金牌，对，然后他就考了他一个冰岛的山，那个山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但这个机器他就懂了，这样。嗯 所以他其实呃也很成，呃就是非常正确告诉他它是火山岩形成的，对。那老实说，当这种呃这种生成 AI 或个人化生成 AI。 呃，能普及到各行各业。其实你的家里是可以有一个这样的小设备。其实这个设备就大概这么大，是我们呃在半年前弄的一个小设备。当然当然，今天已经变得更大了。当然，呃，我所谓 scalable 是说你可以依你的个人需求做一个小的，那一工作的需求做一个大概中型的，那还所以它可以做小至个人，中至企业，然后再更中到城市，甚至一个国家的 GPT。 那我们公司内部其实也把我们公司的 domain 的话，比方说我们今天如果是公司内部的 training document 或我公司的设计架构，我有个新进员工要来学，那你如果到 OpenAI 你是学不到这些东西的，因为 OpenAI 没有我公司的资料。那因为我们这是我们自己私有化的 g p e 所以我们公司的就把我们公司的一些 Q&A 设计 document 教会他。所以变成说我的 FAE 呃他在回答。 客户的时候就会更容易，或者找资料的时候更容易。甚至假设我今天跟一家大公司合作，他给我一个很厚的 user manual，我也可以很容易的把它漏进来之后，呃，让他快速的把这本书或这本 user manual 读完。那我问他里面细节的问问题，就可以很快的给我一个答案。所以它是可以大幅的提升工作效率的、啊。 他刚是用语音输入，问他 AI，呃，问问他我们公司的 history。那回答其实都是正确的。那一般我们公司，呃，就是 marketing 的人，他也要学一阵子才会比较熟。 那你可以依你公司的需求去给不同 label 的呃 c o m p i e e n t i a e label 的 document，让就是这个可能是 FAE，这个可能是 QA，那这个可能是 RD，然后它有不同的知识的库这样。那甚至你也可以可以给他 train 一个新的 document，像他新 train 了一个 Word document 里面有新的资料，那他就会有这个这个 database 还有这个新的刚最新 update 的 document 的资讯。 那问他，他就会及时的更新这样。那大家也知道，这个 GPT 有时候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对不对？所以呢，我们除了提供他回答之后，他也会告诉他说，这个结论是来自于像他问他说，我们公司的一个底赛的一个 guideline。 他会告诉他说是从哪一个文件哪一段出来的、嗯。那这一段他是设他所谓的 confidence level，就是他要百分之百他才会把它写这个结论，这样他就不会去有一个误判这样、嗯。嗯 好，那我们为什么能做这样的事情？就是我刚刚一开始跟大家讲了，我们有一个很独特的技术，就是把 transformer 啊、呃，芯片化，或者是把 transformer 啊、呃、，IC 底下好化这样。transformer 是什么呢？其实相较于，我想大家应该都有听过 CNN c o n、Con、v o l u t i o n neural network，就是 Google AlphaGo 的那个技术。其实 transformer 相较于 CNN，它在 n a t u r e l a n g u a g e Processing 跟影像处理都有大幅的提升。那个那个呃 n a t u r e l a n g u a g e Processing 就是语言对话，我想大家应该很有感触。就是你现在在跟 GPT 聊，有时候真的很像是一个真的人。对，现在其实有很多学术界的论文，甚至有说 GPT 的这种生成式 AI 是有 g e o g r a p h i c 跟 history 的呃人的类人的这个理解能力，甚至这种生成式 AI 去考美国的 SAT 跟 LC，LC 是很可怕的，因为 LC 其实就是律师的考试。 绿色考试意思是什么呢？大家如果去考过 L.C. 的题目，会发现它其实是有逻辑推理的问题的，就是说它很像柯南。比方说，因为律师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是在呃法院的公房当中從，从呃对方或者是法官的提问问题去找到一个逻辑性，或者去推理真实的状况，所以它很像柯南。所以你去考 L.C.，它会告诉你说，哎、欸。 呃，什么？你在一个什么犯罪现场啊？可能没有犯罪现场这么夸张，但是他可能就是刚诉说你说有一些你需要去想到它后面的逻辑意义，你才能得到结论的一个考试。但他 GPT 在呃这个 LC 的考试的考分其实是超过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这就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就是然后 MIT 大概在上上上个礼拜其实也发表一篇论文，是说呃他把 GPT 的一些事件丢进来，没有告诉他这个 geography 就是它的空间分布。 但 GPT 可以用你的文章跟你的资讯去把世界地图画出来，代表它可以从你的对话当中去猜测你的发生的地点，从很多大资讯、大数据去弄出来。所以它是一个很可怕，因为它代表有思绪、逻辑能力，它代表有空间能力，情感是现在有一些被，就是有有一些论证。但是呃，三号我自己在玩，它有时候会跟我很像开玩笑笑的口吻在跟我对这样，所以我们也觉得我们其实到了一个。 人工智慧非常奇特的一个时代，这样，甚至是我们很熟悉的所谓的呃 AI 的一个起点正在发生当中。那我觉得 Transformer 其实相较于 CNN 就是这个起点的第一步。呃，像这个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跟 Image Processing 影像处理的时候，有人说这个 Transformer 相较于 CNN 大概可以提升百分之三十以上的这个准度，原因有几点。相较于 Transformer，它 呃，相较于 c n n t r 它最大的差异点有两个提升、哦。第一个提升叫 geographic 的这个呃 correlation，一个叫 temporal 的 correlation，Anyway 就是 spectral correlation 跟 temporal correlation。这是什么意思呢？呃，spectral correlation，意思是说 geographic 的 spectral correlation，也是说相较于 c n 它要识别我是我，它做法是先呃局部的讯息比对，我的眼睛是我，我的眼睛是我，我的鼻子是我，我的嘴巴是我，OK 我是我。所以当你 cover 的部分讯息，那 say 我喂，我穿了一个口罩。 你就會发现，诶、欸，他不太确定我是我，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呃，疫情发生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戴口罩的时候，你的手机没办法接受。但全息梦不不一样，全息梦它是一次把所有的资讯拿过来比对，所以它的空间讯息是非常强的。那这种事情在自动驾驶车或者是辅助驾驶车，它其实是非常 life saving critical 的。原因是什么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常看到那种特斯拉发生车祸的状态？大家知道特斯拉车祸最常撞什么吗？ 你不要回答，我看到你想回答，你都知道。有没有人有,沒有人知道？对，有人说卡车，对，卡车是一个。还有呢？林志颖那个是撞什么？对，原因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当你只有局部讯息的时候，有时候卡车一片白白的，然后有些那个卡车上面印印美女的就没关系，他可能还真的会识别他是卡车，但有些会印那种很漂亮的山啊、云啊。 那所以，当局部信息 CN 来看这个，对，所以 AI 看到美女也会，也会，也会比较安全这样。那 a y 他看到一片山、一片云的时候，他会以为是很远的地方，他就会撞上去。那林志颖那个事事件是其实一根一根的入杆，在空间只有局部信息的时候，它看起来真的是很像一条线，这种特斯拉就会撞上去。所以就是因为当时的自动驾驶车几乎都是用这种 c o n v o l u t i o n Neural Network CN 的方式。 好，那这那这种问题在全声波它一次丢进来，我等下会给大家展示全声化跟 C N 的图，因为我们公司有全声波技术，我可以给大家看到在全重驾驶车或辅助驾驶它有什么样的不同。那语言我觉得就不用展示，大家应该有发现这个东西其实比这个这个什么啊啊雷 a, a 这种音箱或者我们的 Siri 是更强的，对不对？所以呃刚刚就说了，在空间上很多人说全声波是真正可以让全自动驾驶车发生的技术。 那就是因为这个还有呃，spectral 的 geography 的 correlation 的第一个呃、uh, improvement compare d with CNN。那第二个 improvement 就是说所谓的 temporal correlation，就是对 CNN 来讲，其实它要识别两个人在打架跟两个人在拥抱，对它看起来是一样的，因为它只有这一个时刻。所以当两个人呃两只手纠缠在一起，对它来讲，它是没有办法分辨它是在打架还是在还是在拥抱这样。但 transformer 它是可以有上个时刻、这个时刻跟下个时刻。 所以你看，这个讲一句话的时候，就是有时间序列的时候，传统的表现是特别好的。还有 b e h a v i o recognition，r 就是有人跌倒或者是什么这样。所以，any 好，我们的工作其实就是想要提供一个更安全、更聪明，然后更普及，像哆啦 A 梦似的这种 AI，而不是像这种呃 SkyNet 或者是这种嗯、呃、所谓呃 Terminator 这种 AI。那这就是我们认为，如果当 这种 transformer 的 AI 今天的技术，或 scalable 的 transformer 的技术，到车或智慧城市或智慧驾驶，会造成的不同，就是说其实你的车里面是可以塞很多很聪明的小脑袋，它甚至是可以车的各自周围，我们叫 AI i n f e r e sensor，它可以 cover 这个角度、这个角度、这个角度，所以它可以让群众驾驶车更容易发生。那当这台车看到一个人的时候，它也可以把资讯 pass 给其他的车，那所以你的车就会更安全。 那甚至罗塞 uni AI 就是你的交通号志，或者是你的 router 也上一个 AI，transformer AI 的时候，他看到呃，他可以用一个更在 s i r party 的角度观看整个的交通状况。所以一般当救护车过来的时候，原本他应该要让车都停下来，大家可以用罗塞 uni AI 跟救护车上的 AI 跟车的 AI 去 coordin，a t e 让它穿过马路的时候是不用停下来的。好，Anyway，我们觉得晶片的迭代通常都是时代。 技术的迭代跟我们整个生活的呃完全颠覆式的迭代，就一九五零年的 server 是很大的，就是呃非常非常巨大。那因为 Intel 的 CPU 的出现，造就我们今天的个人电脑是比我小时候的呃，对不起，一九五零还没出生，对我爸妈小时候的 server 还要大还要强。那也因为高通的这个手机芯片出现，造就我们今天的手机其实比这个呃我爸妈小时候的 server 还要强。 所以今天大家以为说，诶、欸、g p t 应该是要长这样，或许是 n t r u e 当你有一个专用型、颠覆式的晶片，像我们这种 AI 晶片、n e r o n 这种晶片，其实未来你的手机、你的电脑，或者是你的家电，其实都能比今天的 server 还要强大。那我们的生活就会非常接近科幻电影这样。好，那我们也不是自己乱吹牛，就是我们其实 so far 已经有很多合作伙伴、很多客户，然后在主要的四个领域，其实现在也有 ser ver, 對 server，对，edge server、server 到车。 到安防到 AIoT 都有各行各业的客户，就是导入我们的方案。那最近比较出名的就是高通这一个，大家都知道高通是世界非常会做晶片的一个公司。这是半年前啊、呃，他的公开新闻稿说，呃，就是我们跟高通在呃 R B One 跟 R B Two 这两个机器人平台有合作，然后目前在几个领域，呃，我们都有一起去推这样。好，那另外一个特色叫 Work 呃 Workforce 呃，呃、uh, Ability。 好，那这个其实是一个意外，但这个意外其实也是因为从清华开始的，所以真的对清华有点情怀。对，不是刚刚那个，不要这样看我。对对，那是另外一个故事，是其实，在二零一七年的时候，在二零一五年我们公司刚成立，那我在二零一六年发了一篇论文，那这篇论文其实当时真的还默默无名。不过今天你如果在西方的很多一线大学，不管是普林斯顿啊。 UCLA 啊，Berkeley 啊，他们课堂上都会教到那一篇论文。我也因为那一篇论文才得了 i u p o i 达林顿奖。但一七年的时候，有一个前辈比所有人都更早看中了这一篇 paper。那在我还没，因为达林顿奖一般是五年后他才会去 review。达林顿奖是这样，他给的时候他会看你前几年哪一个东西是最 critical。CTS、SO、候是有讲也是这样。那所以他是要一段时间被证明他才会给的这样。那呃，在一七年的时候其实他才刚出来，所以。 在市场的反响，当时 AI 也没有像今天这么热。那当时的前科技部部长陈良基，他有就是说台湾想要推导 AI，然后就请我回台湾去当一个客座教授，因为当时台湾懂 AI 的人比较少。那我来的第一个学校其实就在清华，对。然后也因为那样，所以我那时候来清华的时候就觉得，诶、欸，好像回到学生时代，所以每天都穿得很像学生。所以第一次被找来演讲的时候，才穿得像学生被赶出去场。对。那也因为那本书的。 机机缘巧合，当时呃，就是就在课堂上做了一些 PPT，后那个 PPT 其实做的还蛮丑的，但没多久之后也兼了那个那个那个课之后，呃，那时候我的老师在隔壁当校长，交大校长，他说你去清华怎么可以不来交大？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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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这个老师的私命难违，我就跑去交大也兼了一课，对，然后到交大了之后，我又把我的那个 PPT 在 party 学，party 学之后有一天遇到了成大校长。 他说：“哎、欸，你是成大毕业，你怎么可以去清华跟交大？”对，所以后来我去成大接了一个。然后他就说：“哎、欸，你是成大毕业，所以你在成大一定要做的特别不一样。”所以我就把那本书，就是在其实那时候还不是书啊，那时候就是课堂的讲义，我就把那样那个讲义就是印成一本简单很薄的书，其实写的还蛮丑的。但后来那那那那一年在就是放在天龙书局让学生自己去买，就是我上课的时候比较方便。那后来就。 我知道应该是二，大家如果去天龙天龙数据查，它是二零一零年的四月放上去，然后它是四月、五月、六月，好像一直到十一月还十二月都是低迷，然后到十二月的时候，那个书商还打来跟我说：“刘俊成，你知道吗？你那本书卖的比那个鸡排妹的写真集还要多。”对，然后我就很感动，说：“哇，原来台湾这个真的是这么的热爱 AI 这样。”但后来那本书被 I G p i y 牵走了，所以他后来就在全世界各国推广。 但所以，不论何，我觉得做这件事情的起因其实就是清华，还有当时对家乡的一点感情，这样。因为我自己也觉得，在海外漂亮漂零多年，然后也真的相信 AI 会是一个会是一个趋势，所以也就在很忙很忙的时间就是去做这件事。那英好，我就是先弄了大学的这一本书，那本书其实比较像是我觉得大三、大四甚至研究所的书。那后来没多久，我有一些投资人，比方说李嘉诚先生，然后我们有一些合作方，像呃台积慈善基金会。 就鼓励我们开始往下写。后来我们跟台积慈善基金会去台湾的深山去教一些小孩，那我们就就是被被那个台积非常严格的这个要求说你这个东西太难了，所以就一路被改改改改到很简单很简单。然后李先生他也投资比较多的钱，这个新闻上其实都有看到，他应该投了呃好几百万美金，然后去把这个教材找了一些专业的顾问把它一路写到国小这样。对，那我们每一年其实也跟我们的合作方。 呃，就是有办一个竞赛，就是这个是呃，我们是有给一点点小小的钱，就是当奖学金这样，对，然后鼓励大家去比这样，对，这个完全是情怀式的做。那每一年其实我们办那个比赛，呃，得奖的人我们也都觉得蛮蛮不错，的，他们做的东西其实都很有创意。但为了要让这件事情发生，所以我们其实有把我们的晶片跟我们的我的那个整个开发的套件做得很简单，简单到、就是你甚至不会写程式，你也可以在 呃，拿我们的当狗，或拿我们的晶片开发去做一些小玩具，比方说，我们跟台积慈善基金会，在深山教那些小孩，就可以拿去做成一个小小的自走车这样。对。那呃，也因为这样，我们就开了一个叫 Neil 的 A P P 平台。它概念意思是说，今天其实你不太会写 A I，或者你不太会做 A I，你的呃任何的一个设备有我们的 A I 晶片在里面，你就可以来上来去下载，就像下载这个 A P P store 一样。就是我不会写手机的 App。 但是我可以到手机的 app 去下载一个 app，让我的手机呃智慧化，或者是呃在某些功能就是强化，这概念是一样，的，是说任何的设备只要我们的晶片在里面，你也可以呃开发一些东西，把它上传上来去卖，那也可以去下载其他人开发的东西，然后去让你这个设备 AI 化。这样，那有一些东西蛮有趣的，甚至没有有一些东西我也不太懂，像这个好像是好像是一个护校的学生开发说看你的脸青春痘。 就是哪里有不行，然后呃，就是青春痘的严重性，然后去上一些药这样。那有些是在药里面，那有些在交智慧交通这样。总之，因为这件事情，其实最两最我最有名的书就是这两本书啊。这本书是在国际上很多学校都会用的。今年的那个呃 b o 我 k a u r i t y 美国的一个蛮权威的网站，应该是把我这本书排名呃，就是 AI 界呃最有影响力的书的第六名。 然后它都被世界最大的书商 h p v y 里 y 牵走。那后面这些其实都是情怀式或者是合作方逼着一路写到就是国小的这样。然后这是科大版，这是台科大的这个版本这样。好，那呃那人在成立的过程当中，陆续也做了不少事啊。就是我们在我们晶片就是刚刚说它可重构，就是可以支持这个呃 c o n v o l u t i o n Neural Network 影像、语音 RNN 或者是最近比较稀有的 Transformer。 那我们晶片还有另外的特质可以堆叠，像我们有个 server，意大利厂的 server，其实就是八颗的晶片叠起来的，所以我们已经是可以所有的 scalable，从小至呃 IOT 的设备、小家电，一路的到呃这个 server。那我们最近其实也都把这些升级成今天给大家展示的这种全中文的晶片，所以我们就是很想让我小时候的那种哆啦 A 梦的这种世界，可以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接近。那呃 m o o n f o w 其实我们就是希望在 呃，每个端还有甚至这种，就是从小到端到云都提供一整套的一个 ecosystem。那甚至也可以，你任何的设备也可以上来去持续做的这个 A P P 或者是 A I 的更新，甚至今天的这个 L M 的机器，你也可以去更新更大的 L M 的模型，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 L M 其实一直在迭代着。好，那我们其实有非常多成功的案例，这是韩华韩国的，然后还有很多这种小的 I P C。 那呃，这个好像是一个意大利厂商，呃，让我们测，就是可以，你有没有戴口罩？没戴口罩他会哔哔叫的。然后有一阵子台湾的那个 seven 不是有人被讲说那个你不戴口罩会被揍吗？对，然后那时候就很多 seven 买了很多这个，对，个这个店员、這個、比较怕被打，对。那呃，在智慧安防或智慧交通，其实我们对我们跟中华电信、呃，凯破也都有做类似在公共智慧。 交通执法的案子，还有智慧城市的案子。那韩国其实是最早跟我们合作的，对。那比方说，他觉得这个人是一个身份可疑的人，他就会一直跟着他，然后把他的这个资讯 pass 到其他的安防的 camera。韩华应该至今有三十几款产品在市场上用的，就是我们的晶片。那我觉得很欣慰的是，我其实当年成立这家公司的时候，呃，一五年没多久就是一六年嘛。那当时一六年其实台湾有发生两件蛮大的事情。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一六年发生了两件什么比较重要的事，是跟公安相关的？啊？台南围观大楼，那什么？对不起，我在海外待太久了。嗯？地震？公安？公安？哦、喔，因为大家都知道很多，我更不知道。的事，对不起。对，那我我自己记得是那个小灯泡事件，还有郑捷杀人事件，都在一六年。 对，那小灯泡跟郑杰杀人事件，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是其实事情发生之后，呃，警察去调那个 video，对，其实他都有录到郑杰去，呃，去拿刀在那个捷运站附近走来走去。那小灯泡那个杀人犯是拿刀到国小去走，对不对？那我就一直在想说，哎、欸，奇怪，为什么大家就是他被 s e r v e a n c e camera 就是安控 camera 录到，为什么就是警察没有，或者是这个？ 这个管理人员没有去制止这些事情发生，对。然后后来有一天，我是到我家的那个大楼楼下，我就了解为什么，因为那个大楼都是一个三十二路的这个 camera，一个一个的这样，然后二十四小时录。然后有时候那个管理员在那里吃便当，他就不会去看，对不对？对。然后有时候路边一个美女，他就在看美女了，对。所以，所以我就在想说，哎，那如果这种 s e r f a c e camera 都有一个 AI 小脑袋在里面，那他一看到一些异常行为，他就把这件事情就是呃。 播开始给周围的人，或者是播开始给警察，很多憾事就可以发生。对，当然我们做这后来也真的是在韩国就是做成了这件事，现在在台湾也做成了，就是在中华电信跟呃这个呃凯珀。那甚至现在你到台北世贸也是有我们的方案在里面。那不过我也觉得不很不好意思的是，那些合作方除了抓这种危险事情之后，他们也做这个交通执法，所以你如果在变换车道。 对，然后或者是闯红灯被开罚单，对，是对不起，是我们害的，对，<laughs> 对，但是它也可以让这些警察就是呃比较轻松了。那这也是我们的其他的应用，这是韩华的，韩国的，嗯。那像这种其实也是可以用 AI 去做影像的 Image Enhancement，所以看很远的时候，它是可以把它。 用 AI 把它加强，那有 AI 跟没有 AI 的影像处理晶片，其他的视角能力是更强的。嗯，他连字都看得很清楚。 然后很晚的时候，它可以用多帧合成。所谓多帧合成，它是可以把上一帧跟这一帧跟下一帧，就上个影像跟这个影像，就是全部汇合起来，所以它就可以让很暗的也可以看得更清楚。这是 AI 很标准的，你就这么晚，它也是啊、呃，就是可以把上面的字看得很清晰。这也是 AI 的一个独特的技术。 你看这个连车牌也看得到，对，所以真的不要轻呼 AI 的智慧交通执法，大家小心安全 <laughs>。那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你看所有人其实都没有把手举起来在打手机，所以他相较所有人来，这个人是最 feel suspicious，的就是他是看起来比较奇怪，然后比较嫌疑的，所以他会从他走到哪里，他的 camera 就会把他这个人的资讯 pass 到，你看他走到另外一个 camera 了。 那他就会把那个 pass 到这个 camera，就是一直 watch 它这样，嗯。然后这个也蛮有趣的，就是下雨天的时候，他发现它可以 AI 识别它下雨，所以他就会有一个很可爱的刷子去把它刷一刷这样，对。 对，所以未来你的整个小设备，它真的是会越来越聪明，嗯。然后这个角度就是它发现角度偏了，它就会，因为有些人会去敲这个 camera，然后它就会去调这样。那右边是我们做的这个有没有戴口罩的，叫 Spark，就是你看它没有戴口罩就会哔哔叫这样，只在疫情期间是非常 popular 的一个一个应用。 好，那我们还有一个蛮独特的技术，是一个远景三百六十度的环境镜贴在一个呃一个小商店上，这其实是一个三百六十度的 camera，那我们用 AI 去把它矫正成四个，嗯，完全看不出来，对不对？嗯所以，AI 跟影像的应用其实是非常的多。这个公司是我们在呃在呃几年前呃就是因为跟 Vivo 他们的合作跟台达合作，所以我们就并了呃台达的一个呃就是 Group 的一个公司。我们收、so、发应该呃就是买了两家台达的呃这个 Group 的公司，这是其中一家。他们是在影像非常的强，那我们就是加上 AI 去把它的影像就是强化，所以在国际上是比较稀有，同时具有影像处理能力跟 AI 处理能力的公司。 然后等一下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 input 除了影像、声音之外，其实它也可以是不一样的声色。像等一下会有热成像，热成像在蛮多应用是很很关键的，尤其是在居家，就是居家看护。像有些老人跌倒，有些老人在厕所一跌倒，其实是很危险的，可能跌了就会走掉。那呃，像这种能识别情境，但因为它是热成像，所以你的脸呃隐私是可以被保证的。所以这在智慧居家还有呃智慧。 呃，一些独特的应用是非常 critical 的。那我们是国际上非常独特，就是在热成像的识别很强的公司。呃，我们我们在几个领域，其实在国际上真的是有一定程度的，不是第一就是第二这种口碑。那 H s e r v e r 我们有跟这个是台达，呃、欸，这是广达，然后这是台达的这个合作。那这个也很值得讲，这其实是一个台中的一个中小企业。那我们觉得，因为我们把 AI 做的很普及，然后很简单，所以造就除了 个人可以拿 AI 去开发一些小玩具、小游戏之外，台湾其实有很多中小企业，他们虽然规模都很小，但他们合起来其实是那种隐形冠军级的。但他们也都遇到一个问题，是所谓的老师傅呃要退休，然后很多新的年轻人其实不愿意进入那个产业，然后就让他们的公司会慢慢凋零。那他其实是在我们没有资源下，他把我们的晶片做成一个这个小机器，然后把一些师傅的一些 domain know how 教会这个机器之后，可以让他的工厂可以自动化。 然后呃可以往前走这样，其实我觉得我创业至今，我觉得最呃感到欣慰的是，其实这些中小企业大厂是不会理他们的。然后这些中小企业呢，他自己也没有能力可以吸引到优秀的人才，自己也没有 AI 的开发团队。但因为我们很普及、很简单的技术，可以让他们可以在这个国际非常呃艰困的这个竞争环境下，还是可以持续的升级。那还有当然就是教育，对。这个是我们在智慧工厂，这是台达。 呃，QCT，呃，对不起，广达，对，搭配了我们的小 server。这个机器是，呃，如果这个机械手臂在动的时候，有人靠近，它就会停下来或哔哔叫，这样。它是模拟现在这个是一个机械手臂，所以当人靠近，它就会哔哔叫，就把这机械手臂停下来。嗯、那像这种在工厂里面有机械手臂的这种 AI router，其实它很重要，是它很小，而且它不太能连线。 因为一牵线,線，它可能就会就是这个机械动的时候，就会把这个线就是绊到这样，对。所以我们在智慧工厂也有蛮多好的应用。那我们在会议系统在国际上也非常出名，应该也是国际前几大的这个供应商，一流的厂牌应该也都是用我们的。那就可以做环境拼接，甚至呃未来它都是可以做你的会议记录，甚至就是我刚刚的，就是你讲英文，它可以把你翻成日文、中文翻成英文这样。所以真的是它已经有方方面面进到各个家里。 那我们在人脸识别在国际上也非常出名。左边这个是对岸的呃公司，呃非常大的公司，其实叫阿里巴巴，对，阿里配。那其实我们当时有做一个 3D 面具，其实就轻松的把它破解。但我们的我们的晶片因为呃它的 input 可以很独特，它是可以同时有 simultaneously 有很多讯号进来。像我们当时其实做了一个 IR 的讯号跟 RGB 的讯号，所以我们在实体的检测上在国际上是非常强的。 哎、欸，我们来看一下这個阿里巴巴，哎、欸，没有动。这个 video 其实就是这个面具来这个支付宝的机器就可以轻松从里面提钱。但我们的同样的面具在我们的智慧门锁是可以被防得住的。我们智慧门锁的出货量在国际上应该是前三大，我的理解应该不是第一大就是第二大。那国际的呃一线品牌基本上用的都是我们的 chip，还有我们的软体方案这样。 那我们还，呃、哦，这个是支付宝的，大家可以看啊、哦。我们在做测试的时候是拿这个面具。阿里巴巴大家都知道，他们是对岸很强的公司。但你拿这个面具之后去打手机后四位，你就可以轻松领钱。这样，这种 3D 面具的攻击是最难呃防的。当时那个测试的时候，呃，新闻还闹很大。我们呃下班的时候，我们的同事们出去买饮料，呃，买零食都拿他的面具去买。 所以这个同事，这同事损失了不少钱。然后好像我们本来也只是这个 video 只是在我们公司内流传，但好像有一次他们去跟客户展示，就被一个记者拍了。然后在一八年就造成很大的轰动，因为对岸的那个《环球时报》就是他们的官官方媒体就说美国公司来破解我们的金融系统。然后对，然后就就就闹得很大。然后我这一位同事他当时在那边测试，他就都不敢出去。他说他躲在那个躲在那个。 那个家里，然后很怕，就就就人就不见了这样。对，然后这我们也很独特，是其实连双胞胎我们都能识别。那这个方案我们其实是从从晶片到软体一起提供的。他这是双胞胎弟弟，我们在门手做到甚至是出账的公版，所以很多客户去架的壳就能卖這样 他弟弟是验证成功，所以这个是弟弟的。然后拿到哥哥，他就就解不开了这样。可能识别双胞胎，我们也是一个比较国际独特的技术。对。好，那我们在这边就说了，我们其实提供一整个 ID。我们开始是做一个蛮大的，但现在做成这么小，就是这个东西其实比一个。 比一个呃，大概两个一块钱硬币这么大，所以它其实也可以放在车，放在贩卖机，可以放在门锁这样。那最重要的是这个很省电，我们用电池是可以跑一整年，就不用换电池这样。我们也有把类似的技术放在台湾的台水那个智慧水表，那是可以用电池跑四年。对，然后说我们在门锁是在国际上很有名的，还有这种热成像，这个也很有趣。这个设备呢，它是放在医院。 做那个，它的讯号是 miniway，就是手机讯号，所以它是可以穿透你的身体，知道你的呼吸、心跳。然后之前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很多医院的那个 ICU 的那个护士还有医生是非常呃短缺的，所以呃我们就做了这个，跟我们的合作伙伴做了这个这个设备，这样。那意思是说，只要你的病床的病人他有一些异常状况。 或者是甚至快跌倒了，他就会及时叫医生跟护士过来照顾你。这样，对，那这种东西一定他不会希望是 camera，因为会有隐私问题，而且 camera 也没办法把讯号穿透你的身体。对，所以 in s o m m a r 就是说，我们这晶片的好处是除了除了 scalable 小到大之外，它的讯号可以非常多元，可以是手机讯号，可以是光，可以是镭射光，可以是声音。<laughs> 你看，也真真正到他起床。 那在车子，我们就呃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呃市场跟我们打的。我们在晚上可以看到这样，然后我们在车的旁边 A 柱、B 柱，还有在智慧交通执法，这个就很抱歉，可能让大家多缴了一些罚单。对，然后呃还有这个车，这个我们因为今天很小，所以我们也可以装在汽车，像 g o o g o 在台北市警局的那个车子，也都有我们的这个 AI 的识别呃方案在里面。 那中心巴士对内的这个司机有没有专心开车？那个我们也有做，还有中心巴士的盲点侦测，就以台湾的中心巴士现在在路上跑也都有我们的晶片。这是我们的一个日本客户，他是 j b c Kenwood，还有呃 UPTARU，那他出的是 Toyota 跟尼桑，我们在日本的市占率也很高。那这是一个三百六十度的环景镜，一样我们导入我们的 AI 方案，让一个三百六十度的环景镜可以对内去看你这个驾驶有没有专心开车，对外。 呃，有没有离车比较近这样？对。那这是中心巴士的，它其实就是在车的角落放上一些 AI 的 sensor，所以它就好像有三个人在帮你看车的角落，有一些盲点侦测。好，那呃，这这是呃多颗叠起来，就像这里就有好几颗我们的晶片，所以我们晶片可以多颗叠叠起来,来做这种 server 跟 h server。那我们的想法就是因为晶片小。 所以它可以让你的车看的呃视角更多元，所以让真正的全自动驾驶车更容易发生。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是呃 CNN 的技术 c o n v o l u t i o n Neural Network。大家仔细注意一下这个 video 跟下一个 video，就会知道为什么说 Transformer 在自动驾驶车或辅助驾驶车这么重要。这是雨天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很好。其实我们在国际上车做的很有竞争力，大家知道原因是什么吗？ 因为我们在台湾测啊，有人说你在台北市能开车，你在全世界都能开车，对，一个对，对。然后我们很多竞争者他都是在欧美，然后欧美的路都很宽，那这很暗嘛，啊，等一下你们会看到为什么说在台北市能开车，你在全世界都能开车。好，等一下我会问大家这个影片跟下面那个影片有什么样最大不一样？最大不一样就我刚刚说的 spatial c o r r e a t i o n geography 的 spatial c o r r e a t i o n 跟 temporal c o r r e a t i o n 的差异。看雨天其实我们也可以识别非常好。 以前我们一直觉得车是一个非常难解的问题。我们一六年的时候就有尝试坐车，然后三炮就有一些呃测试环境怎么樣都过不了。然后我们有去找那个测试的 video 出来，看像这种机车转来转去，这种就是台湾特有的独有现象。对对对。然后那个后来那时候很多 video 是在那种什么高速公路，然后还有那种大妈骑着那个三轮车，然后上面放满西瓜，然后是倒着开的。对，所以其实对 AI 来讲，它是很难。 如果是以前传统实验，他是很难去理解这种不守规矩的状况。这种更夸张一点，还会看到一堆机车、一堆人混在一起。对，对，所以在最严苛的环境下，就是围绕让你造就就是全世界最独特的竞争力。我们每一年每次拿这个我们的方案去欧美推的时候，他们都觉得很惊艳，说你们是有多大的测试团队？呃，这个是因为台北市的，<laughs> <laughs> 对，对，你看像这种。 这明明是公车，还有机车在这里转，对，对不对？这对美国来讲是不可思议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video，大家觉得第一眼看到，觉得跟刚刚那个 video 最大差异是什么？这个是 c o n v o l u t i o n neural network，就是 CNN，这个就是 Transformer，就是大家刚刚体验到这个 GPT 的后面的核心技术。大家觉得最大差异是什么？ 你仔细看哦、喔，我这边识别车，它是不是就只有一个 bounding box，说这是卡车，这是车。我这边说这是机车之外，我还发现机车上面有只手机。我这机车上面上面还有个人，而且它到像素级，像素级意思说它把框框都画出来。然后这是这是大巴士，这就是我刚刚说的 geographic 的 spectral c o r i a t i o n 所以这种车遇到林志颖这样一根一根的路线，它是可以一根一根知道它就是路杆，因为它到像素级。 对，而且它可以知道路那个路那个那个路杆上面、下面还有一个这个小小圆圆的。它看到卡车，它可以知道，哎、欸，除了卡车一片白白之外，还可以知道前面有个卡车，下面有两个轮子。所以这种车是不会去撞撞那个，就是就是今天 C N 这种呃，或者是特斯拉去撞卡车，或者是去撞这种呃电线杆，是不会在这种技术上被呃被发生的。好，那我们的想法。 大家也都知道，我们跟红海合作很紧密啊。就他们这个，我们想法就是说，把这个底盘的，就是我们提供很多 AI 到它的这个下面的这个主主的这个盘，然后上面是上上我们各种 AI 方案，那它就可以很轻易的把它的车的这个模块去导入到各个国家不同的厂商里面，这样。对，那我们也做对内跟对外的 AI，我们都有做。 那对内其实就是 d m s d r i v e g Monitor System），也就是说你在开车，对外叫 ADAS（Advanced Driving 呃呃呃 a s s i s t a n System）。那 DMS 是说，如果你在开车，如果你不专心开车，它就会提醒你。我们以前有一个客户，他是呃对内的 camera，然后如果你不专心开车，如果你是男生，他就用林志颖，不是林志玲，哎林志玲不是林志颖，对不起，林志玲很嗲的声音就是提醒你。但如果你是女生，他就用周星驰的声音。 对，我觉得不是很公平。嗯，好，那那年在国际上，这是公园产科国际所。大家也许不是很懂技术，那横轴是功耗，Y 轴是性能，所以越低功耗、性能越好是越好的。我们的人脑是不会烫嘛？那你可以看到公园产科国际所，在呃两年前，他其实有把 NVIDIA、Intel、Google 都放在上面。那全世界他放最接近人脑方案，其实是我们。对，所以我们做的真的不差。 然后也不是只有工业院产科国际所上说我们，你看这这里面其实它是有 Intel 的、Google 的，其实都是大厂、NVIDIA 的。其实我们刚刚跟大家讲的那些每一个案例，其实我们都是遇到大厂非常大的强资源跟我们呃厮杀。那我们很可怜啊，我们都就是公司很少。我同仁每次去扫破一个客户，就说他们去扫破的一个人，然后对方派出来的可能就是可能扫破 t i n g 的团队，可能都比我们整个公司还要多。 <laughs> 对，所以我们常常是用很少的兵力跟很很少的资源去跟竞争对手厮杀，但是我们也很成功的，还是导入了国际的一线大厂。对，我们有时候会常自嘲自己很像那个红叶扫把，就拿石头跟木棍在跟人家打这样。那这个是美国的，就是如果你觉得公营院不够权威，这个是 Berkeley 的一个终身教授叫 Kirkiser，他是以前 s y n o s 的技术长，然后他也是很多 s q u e e z n e t 跟 t r u n k n e 的发明人，他在 AI 界也非常有名。 他在两年前开了一家公司，被特斯拉并购。是他在二零二一年啊、呃、发表的那报告，那他也是把特斯拉、Mobile、Intel、Mobile、高通跟我们都放在上面。那我们也是跟刚刚的工业产链采购有是 o 是 a l i g n e 的，这些是公开的资讯。那我们认为说，这个是我们刚刚说的，就是在医院的那个 Mini 位，你看他 Mini 位看到的讯号就是这样，就是一个轮廓，所以他是可以知道你的呃，就是这病人有没有挣扎。 对，那嗯，那我们认为这种 AI 是可以导入到，这是我们既有已经量产的公司，呃，量量产的成品。那我们觉得上今天给大家看的这种 Transformer 的晶片，它是可以更高级的到你的智慧家居，让你的生活比较像我们熟悉的这种，就是这种机器人，然后可以跟你互动的这样。对，其实我们的生活离科技科幻世界是越来越接近的。那车子。 这个也是我们的客户，是刚刚说的 j b c 客户，在日本。那它的 encasement、er、有 Toyota、尼上明珠、力跟汉达。那除了可以用声音之外，它也可以做识别。所以我们我刚刚说我们晶片是可以做语音、影像等。那当这种 CNN 的 AI 晶片升级成今天给大家展示的这种 Transformer LOM 的技术的时候，啊、呃，我们的生活就是这种车是会变像这样，就是我们离那个我小时候那个 PD 车的世界就会越来越接近。 所以你的车是有自动化、智慧化，甚至是可以跟你互动。好，那这是最后的，就是呃，没多久之前，二零二零，其实每一年几乎都有这样的报告。然后每一年我们都有写，就是这个国际的这 Fortune Business 的产业报，他说国际最重要的 AI 晶片公司，他写了 NVIDIA、Intel，呃，他是做 AI 公司啊。那然后三星、耐能，然后高通、IBM、Google。 只有一家未上市公司，就是我们。对，你可以 Google 在全世界找，所以我们在台湾也许没有那么出名，但在西方，呃，我们是在行业是很有很有指标意义的。那也很很很很光荣，是想跟大家说，其实我跟大家一样，以前也就是在台湾的简单的一个学子，然后我也没想过说，哎、欸，我有一天我自己写的书，就是世界有这么多大学会拿去用，然后有一天我这个小毛头，我们做的东西。 就是也在国际上都是跟这些大厂并列，所以希望大家也能借由今天的演演讲，希望大家就是不要妄自菲薄这样。对我们其实很厉害，谢谢。好，有留三十分钟给大家开放提问。嗯，好，非常感谢我们刘俊成董事长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分享，我们再次掌声感谢一下刘董事长，好吗？ 好，接下来呢是我们万众瞩目的 Q&A 时间啊！刚刚我已经看了一下，啊，我们光现在线上提问的问题啊，就多达二十个，好，我们刚刚只有开放五分钟的连接，已经有二十个人上去点填问题了啊！如果说你还想要补提问的话，哎、欸，看到我们右手边有一个大大的 QR code 现在拿起来扫，赶快输入你的问题。诶、欸，我要住哪边？好，那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就是刘董事长跟。 今晚的 Q&A 主持人是我们福科所的曾元奇曾教授，来，我们掌声欢迎他。这样，那两位请到呃我旁边这边稍作休息一下，我们让观众们现在赶快输入想要问的问题。 好，再给大家我们三十秒时间。我看到有很多人现在正在这个抓着手机啊，疯狂的打字。我看起来大家都对于今天的演讲有非常多的感想。啊，知道。 好，那我们的 Q&A 时间就正式开始了。让我们掌声欢迎两位。好的，呃，我就抓紧时间来问问题，因为问题真的很多。然后，呃，来看一下哦、喔，就是，呃，一个比较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呃，我们有看到这个演讲，里面有非常多的应用嘛？嗯。对。那有考虑过？ 呃，产你你们的产品商品化，然后对一般大众进行贩售，这个问题可能是呃有两个层面啊，一个就是自己开发一般大众的商品，<了解 S 1> 然后对，那另外现在当然有透过一些公司来呃帮把你们的收入群导入这些公司里面的产品，然后对一般大众，那有考虑过直接把你们的产品。 做成可以让大家家里玩的，呃，一些 AI 的工具。好的，其实我们因为公司很小，就是要尝试说服客户跟我们玩，都很辛苦。就我常,常你们今天当然看到很多很成功的案例，但后面真的是每个几乎都是写累死。就是可能我去睡在对方的公司那边啊，然后呃带着团队可能没日没夜的，或者是假日也还在赶赶工这样。然后呃，首先我工我人都知道，其实我几乎是。 很少睡的，就是睡的时间非常非常少，几乎工作时间超级长，就是地狱地狱式的生活、啊。那当然，呃，要说服别人去用一个名不见金钻的小公司是非常非常难的。那有时候也觉得蛮委屈的，因为其实我们团队以前都是高通出来的嘛，那人家就会说，诶、欸，你是小厂，可是我就会说，哎、欸，当年高通的晶片也是我们做的，为什么就敢用高通的晶片，不敢用我们的？对，那。 那 anyway，那当然这个问题非常好了。那我觉得最近最新的一个尝试，就是至少在 ChatGPT 的这个终端产品，我们是做了一个 NPU r o d c t 为什么？因为我去跟人家说，我这个东西可以抵 NVIDIA 的或者是什么 AMD 的，都没人信。后来真的是说服无门，我就自己做了。对，后然后其实，因为因我到底要什么样的 business model，我自己觉得。 呃，身为一个小公司的创办人，其实就是对团队负责嘛。那毕竟这么多员工，其实他已经是社会责任了，这样对。所以，呃，就是能能赚钱都可以了，对，也没有也没有想这么多，让公司活下去比较重要。然后，能对投资人、对客户跟对团队负责，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嗯，对，那就呃，延续这样的回答哈，就是。 呃，也有人问说，就是这個,个人助理嘛。如果说要成为个人助理，如何利用你们的晶片让他成为个人助理成真？那也有人问到说，那也蛮像成真的，要卖多少钱？这样 <laughs> 卖多少钱也非常神奇。其实今天这个真的是我第一次公开展示，这个才做了。其实，在过去呃。 我们公司人知道，这应该在我们公司也是最高机密的一个产品。我在我应该在几个月前，我的产品发布会我就告诉大家说，我能把 GPD 变小，能 scalable。那老实说，我也尝试说服好多大厂，有些甚至是我们的投资方。那我觉得跨越人心里那个障碍真的好难。后来我就受不了了，我就自己在过去几个月，每日每夜，我们就拉了几个最早的核心成员，就把它做成终端产品。那其实今天也是跟大家证明说，它做得到。那卖多少钱，我也觉得蛮神奇的，就是我。 这其实它诞生才十二天，对，然后在过去是，所以所以真的是很给清华，就是对我的情怀的，对，然后它这十二天里非常的神奇，就是我上周因为我也不知道它的价值，然后我是用我的成本来乘立一个我觉得我能赚钱的方式，所以。 我至今卖十二天嘛，就是其实我也没有要卖，我一开始也只是想要去说服大厂，你看我真的做出来，你要跟我玩这样。结果後来我就跟几个朋友、几个好好朋友的公司谈，结果现在就是真的是每天被人家追，说要这个东西，变成到他们公司。所以这个 Business Model 到底怎么样，我自己还在努力想。那我也只是跟大家分享，在过去那十二天，我第一次卖一样东西，是我没有给人家任何的 Sample。一般我要卖，我就是给你展示之外，我还要给你个 Sample，你带回去之后，你才会给我下单。 然后我周我上周一我卖的价格假设是一个单位，我到周三发现太多人来烦我了，我都根本没有给人家 sample，结果人家还狂下单，然后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然后我周三就把它涨了三倍，然后结果还是一堆人来烦我，然后周五又有我又把它涨了五倍，对，结果还是一堆人来烦我，然后我到现在就是这几天本来已经睡够少了，然后现在睡得更少，然后每天的会排排不完这样，对，所以也也。 这个到底怎么卖？我也在学习。今天这个经经管学院的也可以给我们一点指导。对，因为它是一个全新的产品，然后也是一个全新的东西，这样。对，对，所以大家要买要趁早，会不断的涨上去。<laughs> 我我本来只是想说服大厂陪我玩，说真的，这真是一个意外。对，那呃，所以呃，就是我们回推到最初的初初衷这样的问题哦，就是说怎么样发现到。 因为都比别人早从你的演讲讲中，然后跟这些大厂在竞争，在厮杀，人家拥有那么多资源，那你怎么样发掘到这样的领域是值得去发展？然后以及有没有什么样子的，除了都没有税以外，有什么样的秘诀说如何是跟这些大厂这么大资源的公司在这样的技术上面继续比他们更领先？ 我觉得信仰很重要。其实我回头来看，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能这样。你问我，真的没有答案。那我一五年的时候刚出来创业的时候，大家如果网络上去查我的故事，其实我创业过程非常辛苦。我曾经还被追债，我还去跟我的前老板，就是我以前诚经半导体的老板借了三百五十万美金，我是还不起的，就是一亿多台币。然后我公司最惨的时候，甚至也剩两个人在上班，然后我每天被追债。对，然后。 我也觉得有时候有点，你说硬骨头吗？还是傲气？还是想不开？其实我一五年刚创业的时候，AI 非常冷门。然后当时其实 ARVR 很热门，好多投资人跟我说：“哎、欸，刘俊成，我觉得你的团队很好，我觉得你的技术也很独特，你要不要不要做 AI？因为 AI 很冷门，你要不要换成 ARVR？” 我也不知道是自己的信仰或信念，或者是所谓的初心。其实我每个办公室我都有放一个匾额，叫“勿忘初心”。你说我为什么要做 AI？其实，呃，我觉得我应该是一个。 风非常喜欢《哆啦 A 梦》的的的对，就好像说大男孩也不对，因为我应该也是大叔等级对，但是就是我一直到研究所的床头都还放了很多《哆啦 A 梦》的这个这个对漫画。其实可能就是心中真的有个信念跟信仰，觉得就是想把件事做成。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我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创作者。我觉得创作者他最高的自我要求其实是他不管别人觉得你看得起你好。 看不起你也好，然后你觉得你呃辛苦也好，你高兴也好，其实它真正让你发自内心的满足，其实这些都不重要。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真的就是喜欢你当下做的事。那我觉得我有很多决定，比方说当时为什么要冲这个 Transformer，或当时为什么要选 AI 晶片，其实就是我喜欢做这件事。我觉得做这件事情很有意义，或者是说，或者我们为什么要做教育，其实想想想，它都是一个蛮傻的事情。但我觉得它应该就是。 我的信念跟信仰吧，嗯嗯，耶，太棒了，回答，对，对，所以呃呃有了信念跟信仰，那也有时候也会想一想说，如果说人工智慧发展最大的阻力或者是助力是什么？所以你会啊、呃，去呃像说也有人问到说，比如说呃这些。 深层式 AI 在网络上抓取很多的学习资源嘛，那些 data，然后是不是会产生侵犯作者权、著作权的问题呀、啊？还有一些，比如说学习一些画家的美术作品，然后这些就是比较像是创作权的这个议题，啊，或者是其他的主力或主力。我觉得所有的历史上，呃，以小博大或者说一个新技术，它在推广的时候都会遇到，真的是叫满天袭地的。 呃，主力就是，即使今天大家看到 Nvidia 非常成功，但大家仔细去看黄仁勋成功的历程上，他也曾经面对 Intel 这种满天袭地、狭窄着媒体资源去打压他的一个状态。当年 Google 要崛起的时候，他也曾经想要把自己卖给雅虎，对不对？Facebook 崛起的时候，也有 Microsoft，也有 Google。但是我还是很深信一件事情：当一个新的世代来临，总会有一个新的王者抓住了一个机会。 他在这个行行业或在这个时代里，他就是最不受拘束或最不受框架而选择他身心的道路而最后崛起的。那你说我，我大家有看到我们的那个 demo，我们叫我们的那个 AI 引擎叫 Neo，它的昵称就叫 Neo。为什么叫选 Neo 呢？因为它其实是骇客任务，对，没趣对，我们一直觉得我们是那种就是面对帝国这种。 这种、这种、呃這種、这种、这种，我们觉得我们这种人工智慧是比较健康，或者像你刚刚说，它可以保护创作者，可以保护个人隐私，甚至对地球好，因为它省电，它不会需要你要建一个核能电厂。对，我们一直觉得自己应该是在正义的一方，所以选地球城，对。好，对，这也是我们深信的信念呐、啊，和信仰。嗯。好，那这一题呃，很多人想要问，就是专为我们的客官员来问了。 就是台湾社会以电子科技为大宗，嗯、那请问身为一类组的我们、呃，因为商学院在一类组，那我们需要如何提升竞争力，或者是直接改读电子学区呢？我觉得你知道，对我来说最难学的东西是什么？其实我有时候觉得技术很简单，或者是说创作很简单，创作其实就顺从你自己的内心。嗯嗯嗯 对定价就很难，做生意也好难，对，然后政治也很难，我也看不太懂政治这样。对我觉得一类组比我心中想的这个今天展示的所有技术都还要更难这样。对我觉得人性是最难摸索的，其实我也在呃谦卑的努力去学习，就是对我觉得一类组就是 once again 是真的不用妄自菲薄，就是比方说我在选择 AI 的时候，其实就是因为我热爱这个东西，我热爱那个小叮当的世界真的能发生。 那时候其实也是非常冷门的，其实也会被人家嘲笑，对。当然，我觉得还是顺从自己的内心，总会，呃，按你自己所想跟你所踏出的那一个每一步都顺从你初心，你一定能走出一些你的道路。我是这么深信的啦，嗯。好，那下面是谋福利题，愿望清单就是，请问可否开放让今天来恭逢盛世的大家下订单？<laughs> <laughs> 有机会成为你现在要来招标这一台我，我的我的 <laughs> 我的那个拍卖会开始，真的嗎，呃，我我现在只有一台耶，怎么办？对我我我那个我们公司其实网页上有一个叫 Neo 的平台，这个点上去其实有很多我们不一样的晶片，然后其实还有我们不一样的产品，其实都可以买，有就跟 App Store 一样，你也可以买软体，对。然后我的书应该网络上也都有很多，我的书书稿我都捐出去了，对。 因为觉得那个反正是是因为社会而有的这个机会，那这一台我真的只有一台、欸我，我我该怎么卖我也还不了解，我对留在管院，我这样好不好？我那个以后，因为我现在只有一台，我还有很多客户在等，我晚一点就是等到我这些都上轨道，我回来捐给管院，然后有我的签名，好不好？有签名的。对对对对,對。好，今天有录音也有录音。好，没问题没问题。<laughs> 呃，有一些就是关于信念问题嘛，就是，呃，就是当公司只剩两个人，到处被讨债，甚至要跟别人借三百五十万美金的时候，你跟自己讲过什么话来鼓励自己坚持下？嗯，的话就是能够借三百五十万美金的人，其实是很厉害的。哦、<laughs> 我连三百五十块都借不到 <laughs>。 我觉得当年帮每，我其实，在每个不一样的公司，在那个时刻，我觉得没有别的、啊，其实就是顺从自己的心，就是我做每件事情，我就觉得它要符合我心中的那个尺跟那个标准。其实为什么会？其实当时那个我们的前老板，那个诚经半导体的创办人，会借我钱。其实我公司有好多我不同人生的伙伴组成的，有我高中最好的死党。我被追债的时候，追债到我也真的不知道明天在哪里。 大家可以去看我以前的一些回忆录，网络上甚至有一些演讲。我记得我当时有写一句话，是每天都很苦很难，我其实也不知道明天在哪里。那我觉得放弃很容易，但是我总觉得坚持，呃，不懈奋战到最后一刻，我就对得起我自己那个心。那我最惨的时候，好像真的是被追债的很惨。然后我记得我打电话给我的好多人生不同的同学，这为什么我同公司现在有好多我？ 你在我公司是可以问到我人生每个经历的呃故事。那我记得打电话给我的同学说，他一接到电话就说：“诶、欸，刘金成，我知道你要干嘛？那个同学间都传开了，你要我辞职去你那个快倒的公司，不拿薪水。这个我上有老母，下有妻小，我没有那么笨这样。对，但真的就有那么笨的人。对，对不起我的那些同学，我是很感谢你们。对，但我但我一说就是真的有那么傻气跟我一样天真的人在那个时刻。” 别人都不会做而放弃来，所以我觉得也没有别的，就是当年跟他们相处的时候，很真诚、很真心的对待他们。然后还有我当当时我那个老板给我的任务，我就是很拼，就是把它做到最好，所以才会去跟他借钱，他一个礼拜就打钱进来。所以我觉得人生没有别的，其实就是活出自己啊，活的你自己认为你心中你想活成什么人。那也许我自己把自己定义的比较，你说简单也好，或者是说，或者是说自己。 或者是说自傲也好，反正比较，或者是自命清高也好，反正自己我给自己的要求是比较严格的，这样对，所以所以呀，反正就一直没放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还好没有放弃，我们才会有小叮当可以用。对，希望未来可以有一台。好，那这个问题就是说，呃，一样是就是面对大厂侠的侠的。 因为大家也看到 NPU 的这些优点了嘛，那大厂一定不会放过，我也要来做 NPU 这样的事情。那他携带大量的资源的时候，也都进来做 NPU 的时候，呃，您觉得奈人会怎么样面对这样子？且继续持有您您的竞争力？那另外合在一起的问题，呃，比如说呃，有没有考虑过公司一直没有上市嘛？那呃，这个问题就是说。 呃，为为什么还没有考虑要上市？其实我一直觉得上市不是一个终点啊，我觉得上市只是一个过程。我觉得自己给自己定义的是想把这间公司呃做成一个国际有影响力、在历史有定位的一个公司。那我觉得最好的上市时间是在公司快速成长，然后你借由上市而取得更多资源，让它真正的。 变成有影响力的公司，那你说，狭制狭着这个这么少的资源，跟这么多大厂在 PK，会不会很辛苦？其实我们从 Day One 就很辛苦，每天都过着非人的生活，真的是非人的生活。对，那那一样也是跟当时最困难的自己一样啊，就是创业其实就是起起伏伏啊，随时都有不一样的挑战，就觉得很像在打怪，有时候你打完一只怪，就后面的怪更大更恐怖这样，那就是咬着牙冲嘛，那。 打赢了，又发现自己好像提升实力了。那我也不知道说这个公司最后能能不能真的按我们的理想，真的是去成功，或者我定义的成功。但我觉得有一群朋友或者是一群伙伴这样努力不懈的在奋战着每一天，我觉得至少这个过程我是觉得很高兴跟很欣慰。那我也很想证明说，好像你说我小时候看这个 CPU 架构好像就是美国人定义的，然后什么 GPU，对，黄仁勋当然是台湾出身，但 其实他也是美商，那、啊、就很想说，看看我们自己能跑多远，是不是真的能做成一个跨时代，在这个领域的领航者？那就希望努力的冲嘛，就是这样。嗯，好的，那谢谢,謝,謝。对，也有人呃比较担忧的。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就是说 AI 一直不断的演化后，会不会来取代人类？所以有可能有一天，耐人的小叮当就取代了您这样子。您怎么样看这样的事情？我一直觉得，如果有一天我是可以离开职场的时候，我比较喜欢的是在我小我的中学同学跟我大学同学知道，我其实有有点小浪漫，很想就是背着画具去全世界流浪，当流浪画家。对他们莫名其妙就创了业。那那。 我觉得如果有一天真的 AI 真的能把我们的生活大部分的工作取代，其实我也觉得是一个蛮幸福的事情。我应该可以去去背着行囊去当画家。那那我觉得每个世代都会有每个世代的机会跟挑战。那呃 AI 时代也许就像我们很熟悉的很熟悉的科幻电影，当然你可以看到就是有那种 Terminator 出现，但也有这种很很美好的这个。 这个未来世界出现，百得卫十月二十五号前几天其实是那个大雄跟静香的订婚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二零二三年，对，所以我就觉得好像看到那个日期，又觉得很高兴，好像就是可以回想到我小时候对未来的未来那个憧憬。那至少我是正面跟呃，就是正向在看待这个 AI 的这个潮流。 毕竟我在这个行业嘛，那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技术或者是我们走的这方向，真正可以让它导向正向跟正面，然后让我们的生活更像这个大东大雄跟静香订婚之后的那个未来世界这样。未来是我们创造的。对，然后再帮学生问一个问题，就是。 呃，很多学生听到您的创业、啊，您的公司，对您的公司很有憧憬。虽然您一直说非常累、非人的生活，想要劝退。那他们想问说，就是有没有职缺，然后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子的能力？有啊，我们一直在招人呐、啊。嗯、没有没有，我们对员 <laughs> 我们对同仁很好的。只是其实我我的公司其实有我刚刚我说了嘛，高中最好的同学，大学，然后研究所，然后我三星。 的同事、高通的同事，我诚心的那一群团队，大家我已经使尽我全力，把我的朋友跟我的朋友的朋友尽量好的都找来了。所以那，那那那普及上，其实我们的魅力确实不如这些大厂，所以很希望大家就是也能多考虑了解一下我们，然后也欢迎各路好手能加入这样。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的啊、哦、最后一个問。 其实刚刚在那个中午、下午两点的时候到吃饭啊，跟各位报告一件事情，就是，呃，下学期我们这个奈能团队会到客管院来开课，这个对我们的学生应该对 AI 的知识应该会蛮进步，应该没有错吧？哈，演，还有还有录影逃不掉。<laughs> 还有再来一个是大概还寒假的时候吧，我们跟奈能也会有这个办一个 AI 的营队。 啊，再欢迎大家来参加这样，但是这个是收费的啦，啊，这很贵，这个专资专专利权是很贵的哈，大概是这样子，啊，因为刚刚有魏晨有在请我大概稍微讲一下，OK，o、OK, 好，谢谢，谢谢。对，谢谢院长，呃，帮客管院争取了这么多的福利，学生真的很幸福。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Q&A and 就先到这里，那，呃，我们再把呃这个交还给司仪。好。好 然后不是创业家会眼睛不好，老师眼睛也是一样不好。谢谢好，我喂，喂，好，听完我们刘董事长的精彩的演讲，我觉得让我想起来我们在高中的时候学过一篇课文，叫做《麦帅位置祈祷文》。哦，听他的经历呢。 非常像麦帅对他儿子说的一句话：“Stay hungry and stay foolish。”我就觉得哇，刘董事长的人生经历非常非常的激励了我们。好，让我们再次掌声，谢谢这位小叮当男孩为我们精彩的演讲，好吗？在今天活动的最后，为了感谢耐能。 智慧的创办人刘俊成董事长，我们科管院特别准备了精心的小礼品要送给他，我们掌声邀请科管院的林哲勋院长为我们致赠礼品。 让我们再次掌声感谢刘董事长今天精彩的演讲。接下来我们要邀请曾元奇老师来送花献花给我们的刘董事长。哎，董事长这边，老老师请。 那我们请老师们跟哎、欸、老师跟董事长我们合张照。哎、欸，我们请第一排的贵宾我们一起起立，然后我们到台上来和刘董事长拍张合照。 好，提醒大家离开的时候记得要携带随身的物品，好检查你的脚下。我们常常捡到大家的水壶啊、手机啊，哦，这个随身物品，大家再麻烦确认一下。